我是小辣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糖糖姐姐。今天呢，大头儿子要请他的好朋友一起到家里做，做客。对，做客。哦，那委屈妈妈要做很多很多的好吃的。对呀，那我们来帮他搭一个厨房。行啊。对，那搭厨房呢？看看。工具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需要用到小手。我们先活动一下小手。嗯，我有一双小小手，变成星星闪呀闪。我有一双小小手，变成月亮笑嘻嘻。我有一双小小手，变成拍手拍拍拍。哦，小手活动完了，现在把我们的小工具打开啦。我们先把它们请到旁边去。这样，我回去妈妈的厨房就是这样子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对呀，还有呢，我们现在就要建造房子了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把它们全抠下来。那我们取下来的时候要小心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啦。糖糖姐姐做这个整体的大的部分，然后我就做小的部分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吧，开始动手了。有一些东西需要糖糖姐姐整完才能整。25，哎，这个没抠耶。那你把它取下来。25。色的长条，44 43 24。辣椒加油，糖糖姐姐又拼好了一块。这个是在上面的，哎，等会儿我先把这个。9和10在哪里呢？6、7，那个已经做完了，但是糖糖姐姐正在安上去哦。我把它安上，以后要给大家看。我现在做的是微波炉。它可以开关的，然后上面有个53。这个是拉门。这样的，这个应该往前放，然后这个音箱12，这个微波炉已经做好了，糖糖姐姐。好，稍等一下，我把它安好。这个好像是放在27在那边的，27在这里。然后这个好像是放在27上面的，不知道。13，49这是。
十七呀，真讨厌呢，我掉了。十三，然后这边好像是十四，是在这边，然后中间的这个，这边是十一，这边。刚才的二十七在哪里呢？二十七在这儿，是二十七。这些冰箱也完成了，冰箱是在这里的。他自己来把那个安上。五十六。啊，这个原来是大桌子哎。五十六，我现在正在安大桌子。还有一个。这大桌子已经完成啦，现在我要做三十一和二十八，五十九，这个应该是五十九对，三十一五十九，然后这个是五十八。这个数必须对准，看，已经建好了。对，那我们把这个摆上吧。微波炉摆进去，这里还有音箱。嗯，看看还有什么呢？煤气灶，这里还有小柜子。那都可以打开的哦。嗯，小辣椒，我们请客人来吃饭，是不是要有桌子和椅子呀？对呀，先把桌子和椅子摆上。小椅子摆好了，然后大头儿子的好朋友也来了。对，大头儿子，我来了。爸爸们，这些菜都摆上去吧。围裙妈妈的好吃的也都做好了。好啦，嗯，来请他吃的，把他放到小椅子上，大头儿子也请进来。嗯，围裙妈妈，小的吧。妈妈妈妈，谢谢你。嗯，谢谢他，谢谢围裙妈妈做了这么多的好吃的。那围裙妈妈呢，也跟小辣椒和糖糖姐姐说谢谢了。嗯，那他谢我们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帮他做完了厨房。对了，我们帮他搭建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厨房。嗯，那今天我们就做到这里吧。